1, 2, 3. 빠르게 묻고 답하는 시간입니다. 준비됐나요? 준비好了. 孙颖浩, 24. 龙, 因为我属龙的, 我是2000年出生的. 镜子, 因为我是根据不同的环境展现我不同的性格, 所以我是一面镜子. 跳绳, 可以瘦全身. 夹着个枕头, 因为我这样觉得很舒服而且有安全感。 那可砸了，大东北我的家乡。反正就是各种歌我都听，然后因为最近我在搬家，我还听那个就是我们那边有《甄嬛传》，然后他那个宫女打扫的那个音乐，我在听那个也听的蛮多的。 OK， 来到节目，你让我再选秀一次吗？我不想选秀，因为太累了。但是我再次来到这里的时候，反而想的不是累，反而是会憧憬我的初舞台会是什么样子的，我下一个舞台会是什么样子的。我的这种憧憬的心情会盖过更多我的害怕也好，我的觉得累也好。所以说，这是我最近让我最开心的事，没有光的地方。 不知道，小时候没有想过这个事情。我是一个觉得计划赶不上变化的人，所以我从来不规划我自己要干什么。就比如说，来这个节目也是我一时兴起，我觉得我必须要来，然后我就来了。米饭，跟我爸妈买一套房子吧。分身，因为我脑子里有很多想法，我就可以同时用我的同一个脑子分身去干非常多的事情，然后我就会很多本领，有很多能力。对。 我就想活在当下，确实吓了我一下，但是你不累吗？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